形に変えて立てよジオニックトヨタ。鸡腿神究竟与鸡腿城是否有关系呢？鸡腿神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鸡腿的力量到底多强大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干你娘是不会打慢一点吗？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